京城就快到了吧？功成名达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可教我们怎么活呀！哎，等等，我这儿有干粮，快点，你躲着，我们全家就有希望了。妈的，干嘛呢？我是让你们在这儿干活的，我是让你们过来干活的，不是让你们在这儿偷工匠的粮的。畜生，你哪来的穷畜生？畜生，你是过来干什么的？你们两个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两个今天再让我逮到这样的事情，我又让你们不得好死。哼，不知好歹的东西。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谢谢你，花心人。谢谢你了，走，走，我们走。于寒窗十年，此番进京，即为尽余之力，还百姓安居乐业。山河无恙。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。哎，杨老师，大家都听说了吧？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北方的同志北上进军了。而你们呢，这些南下的小同学们、小同志们，也即将开始南下赶考的旅程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。行，那我先回我办公室去给你们筹备一下南下需要准备的工作。曼丽，谢谢曼丽，是什么了？我还要再继续走下去吗？我其实根本不是他们口中所说的什么英雄，我连我娘都保护不了，我连他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一心，我想我娘了，我不想走下去了，我不想去南方了。一心，我。曼丽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你的悲伤我都能理解，可是你想想，咱这一路走来，多少次战争胜利后，老百姓们都站在村口路边为我们送米送粮，那些米粮可是他们自己都不舍得吃的呀。赶考的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，更不可能停止。曼丽，你再想想，你再好好想想。祖国的南方还没有完全的安定，还有无数的人民在特务和地主的欺压之下。我们这次南下就是为了去解放他们。在赶考这条路上，中国人民从古走起，走到现在，走到我们。小同志们，你们正年轻，如百会之萌动，如利刃之新发于心。你们此次去往南方，虽比前辈动身较迟，但你们脚下的路啊，可比他们更长。黄沙漫漫，一名渴望功成名达的书生，心怀热情与敬畏，手提一把油纸伞，走过十年寒窗，进京赶考，为黎民百姓得一隅之春台，望尽锦绣山河。硝烟滚滚，一群心系民族国家的赶路者筚路蓝缕，怀疑赤子心，越过二十载艰苦奋斗，赶考进京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
所谓赶考，便是这份脚踏实地，便是这份以民为本，以天下苍生为根的心，一代代人的艰苦奋斗，唱响一代代人心中的赞歌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收卷了。